今天来个超大个的西西骨髓啊，这个是正儿八经我去市场上讨论来的，给他看看这个骨髓满不满。对，还得这么掏吧，给他。哦，来上一口。香去了啊，这个骨髓有点难，里边还有一点点。拿了一个吸管，里边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个骨髓暂停，哦，空了。空了，啊，再来一个。这个是真骨髓呀，没了。